你是怎么说服林子娟的？你不觉得她的理由很薄弱吗？怕他们临阵倒戈。所以如果你出庭再临阵倒戈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很措手不及。怎么他？13年前明明打了蔡董，还能在这里？不必问了，这两位在饭店以前什么职位？通上勾。你想到的，他可能也会想到；你找到的，他可能也会找到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王牌辩护人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跟我一起支持《王牌辩护人》。